听说有人暑假作业还没有写完，假期余额可不多了。今天还玩液态玻璃，包装比以前的好看哈，盒子比上次的好开，上回真的开到暴躁。设计师大概是想渲染一种小蜜蜂辛勤劳作的氛围，所以用了蜜蜂的软陶片和一些金闪闪的亮片。但是我查了一下，蜜蜂家族也是轮休的，那我更愿意看作是一群小蜜蜂在菜花丛中睡大觉，所以非常抱歉，我可能要吵醒他们啦。透明度和之前无填充物的那种是一样的。会稍微容易断一点，毕竟有装饰片嘛。玩的时候呢，放轻松，别太紧绷。捏起来手感倒是没什么影响，不会扎手也不硌手。捏泡的瞬间最解压，拧个麻花。对了，这盒的名字叫辛苦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熙熙攘攘又卷天卷地的环境里，也没办法彻底躺平，只能一边努力一边自渡吧。拜拜。